我讲过，你的待遇会比亚飞天更好。是的，你想做什么？你要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一对女人无礼貌的人。啊，不过今日你都确实是要失信了。寒冷毒窟。相同的地方，相同的情景，自己的姐妹也曾经历相同的折磨，刀生也不甘与愤怒，清晰着最后的意志。